师兄，少林达摩剑呢？孙悟空，你别管这事儿。那就别怪师弟无礼了。师兄，刚才让我们两人一探的少林寺镇寺之王达摩剑，你为什么要盗走他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明明是想把达摩剑卖掉，赚取不义之财。休得胡说！虽然我是少林俗家弟子，但是我也不会干这种不道。那你把达摩剑带这里干什么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你胡说！叫！叫！师兄！大哥，他们来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准备出击。有，驾。到。活口呢！大爷饶命！老规矩，今天我放你一条活命，回去告诉钱多多，就说我们老大三节棍收了他的礼物。如果他不把今年的粮食交出来，那就小心他的狗命！滚！撤！老板，有吃的吗？有，里面请。好。把马喂好啊！好嘞。老板，哎，上酒。好，客官，有刚吃过的牛肉要吗？好吃的尽管上。哎，好，小二来了，来了，客官，这是您要的牛肉，还有酒。客官，请慢用。看您这模样，不像是本地人呀。想必是从中原而来吧？不愧是见过走南闯北之人，好眼力。客官，看你这穿的呀，并非凡夫俗子，一定是到这儿来做大买卖的。此话怎讲？每年8月15前后，来我们这的人呢，都是做大买卖。